压缩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伸展练习。我们利用一点点空档的时间，可能是办公室午休的时间，或者是做家事的空档，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身体，让肩膀，让胸口再打开，让身体更加柔软。准备好瑜伽垫、毛巾，我们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用三角式的动作来伸展我们的侧腰。我们从站姿的暖身开始，将双脚分开来，大约是臀部的宽度。吸口气，手臂向上，吐气向下，吸气向上提，吐气往下。待会的练习呢，前面的动作我们都顺着自己的呼吸来做，每一个向上的动作都是吸气，放下来我们都是吐气。最后一趟，将手停留在上面，我们让右手放下来，臀部向左推，身体向右，吸气向上提，吐气反方向往上提高。我们先把身体的侧面，我们的侧腰都活动一下，等一下在做三角式的时候呢，你的身体可以更多的伸展，同时它也可以帮助你的脚稳定的站稳。最后一趟，接着相同的动作，我们回来的时候带上仪式，将臀部向后推，吐气往下，吸气向上，吐气，侧面的身体回到中间来，仪式向上提，侧腰回正，仪式向上，侧腰中间，最后一趟，吐一口气。我们经过仪式来到前弯，打开双手，我们向上，吐气前弯，吸气向上提，吐气，我们再做两个，最后一回，让双手轻轻地找到地板，双脚向后，我们来到下犬式，两只脚轮流上下踩一踩，将臀部再往上提，让肩膀有更多的空间向下，双脚踩稳咯，背再往下，我们吐气，吸口气，膝盖微弯，一点点抬头，吐气，脚伸直，脚跟靠近地板，再次弯曲膝盖，吸气，双脚伸直，最后一回，弯曲，伸直，将两个膝盖轻轻地跪下来，我们来到四足跪姿，活动一下脊椎咯，手肘微弯，打开胸口，吸气，吐气，拱背，腹部收，臀部卷进来，再一个吸气向外，吐气拱背，我们做最后一趟，延展往外，吐气拱背，让身体维持在跪姿的动作，右脚向前来到手的外侧，臀部轻轻的向前向后，活动一下我们的髋关节，相同的脚我们带上手，右手经过前面，再向后绕，向前向后，向前向后，最后一趟，向反边，手放回来，将右脚回来，左脚向前，臀部向前向后，每个动作呢，你都可以从小小的再慢慢的变大，伸展我们的髋关节之外呢，你也感受一下今天这个左脚它的力量如何，如果比较没有力气的话，待会下来的时候就不要太低，加上手臂向后绕，最后一圈，
手回到地板之后，我们把脚收回来。我们先将臀部呢坐在脚跟的上方，让身体来到左右的侧腰活动，让屁股轻轻的抬起来，再向右边坐下来。回到中间，再向左，中间，向右，中间，向左。我们把手臂往上提高，要让你的臀部真的离开你的脚跟，再向旁边坐，身体侧面的伸展，注意上方的手、肩膀、胸口打开来，往上提高，向反边坐下来，向上，向右，向上，向左，最后一个，向上，向右，向上，向左。回到中间之后，让身体高跪姿跪起来，右脚跪好，左脚往旁边踩，臀部向前推。我们把侧面活动好之外呢，我们还要稳定一下你的下半身，支撑脚往前，臀部往上提高的位置，打开我们的双手，呼一口气，右手轻轻地放到地板，吸气回到中间来，再次向右，中间，最后一个我们停留一下，手轻轻的撑住之后，把左边的肩膀胸口再打开，臀部维持向前推的力量，将左脚轻轻的往上抬，停留在这里，留意一下底下的支撑脚，屁股不要向后掉，尽量往前打开多一点点，手跟脚慢慢的回到中间来。我们相反边另外一侧，左脚收开，右脚脚尖稍微扣进来，臀部向前推，背向上拉高，打开双手，吐气，左手放，吸气中间，吐气向左，中间吸气，准备停留，手放好，臀部向前推，将右脚轻轻的往上抬，感觉一下支撑脚的力量，左边的臀部保持向前，背感觉向上提高，将身体慢慢的回来，双手双脚都收回来，我们准备站起来，两只手撑住地板，经过下犬，将右脚向前，来到弓箭步，活动一下我们的右脚，左脚的脚跟踩下来，两只手先找到你的右大腿，我们把身体推起来，将身体摆正之后呢，将右脚伸直，像你刚才跪姿一样，支撑脚的臀部向前推，打开双手，让身体向右，我们停留咯，手呢放在小腿的前侧，让身体自己用力，如果真的撑不住的话，可以轻轻地抓住你的脚，但是底下的手尽量不要太出力。我们将左肩膀打开，手背在背后，打开你的胸口，慢慢地回到中间，手靠近耳朵，我们来回做几次，打开的时候请你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盖回来，再一趟，吸气打开，吐气回来，最后一个，打开，勾在后面。如果你需要更多的稳定，手可以抓着你的小腿，把左边的肩膀和胸口再打开多一点点。很好，让身体慢慢回来咯，首先向上，背背向上，带着身体回来，相反另外一边，右脚扣，左脚打开，臀部先摆正，屁股向前推，背向上拉高，打开你的双手，吐气向左，一样，我们先找到这一边可以停留的位置，选择你的手放在前面，或轻轻的搭着脚都可以，让上方的右手向后，胸口开，
往上回到耳朵旁边，带上呼吸咯，打开吸气，吐气，盖回来，再一趟，吸气打开，吐气，盖回来，准备停留。右手背在后方，尽量打开右边的肩膀，右边的胸口，很好。首先回到上面，带着身体回到中间来，双脚帮我收回来，大约是臀部的宽度，两只脚上下活动踩一踩。最后呢，我们要伸展一下你的身体咯，右脚向前，左脚向后。我们先来到金字塔的动作，手扶着你的右脚慢慢往下，来到最低之后，将右脚弯曲伸直活动一下，我们让身体靠近脚，肩膀脖子再放松，在底下直接换边，膝盖弯，左脚踩进来，右脚向后，一样，前方的左脚弯曲伸直活动一下，脚伸直停留伸展，将双脚弯，手稍微向前，我们将双脚向后，让膝盖轻轻的跪下来，膝盖打开垫子的宽度，小腿收进来，臀部向后靠近脚后跟，双手向前，胸口再往下，背再往下，将我们的两只手往左边走，臀部向右边推，这个时候呢，把我们的右手再伸展拉长多一点点，经过中间来，我们换边，手向右，屁股向左，将你的左手沿着地板再往外走，伸展一下左肩膀，慢慢的回来，再将身体推回来，轻松的坐姿或是跪姿都可以，把身体放松，左右动一动，如果你觉得跪着压着脚背不舒服，也可以坐下来哟。最后我们做几个深呼吸来结束今天的练习，将双手掌心朝上，两只手放在大腿的上方，吸气向上提，经过你的胸口向上推，打开双手，吐一口气放松，再一次从大腿向上提高，吸气，吐气，手反撑，再向上，吐气打开，我们做最后一个，来到大腿向上吸，吐气反撑，吸气向上，打开手臂，吐气放松。今天的练习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才的练习，是不是觉得呼吸也跟着比较顺畅了呢？当我们一直重复同样的姿势、同样的动作的时候，很容易让你的肩膀向前，让你的胸口会郁闷在一起。别忘了让身体适当的活动一下，让呼吸更顺畅，让肩膀、让身体活动一下，让身体更加的健康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